大家好，我是阿迪卡法蒂尼本迪鲁斯兰。大家好，我是努尔法蒂阿克马尔本迪扎马鲁丁。早上好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我也很好。你今年几岁了？我21岁了，我在1999年出生。你是瑞士吗？是的，我是阿米拉的同学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法蒂哈。你的家有几个人？我的家有10个人，你呢？我的家有3个人，你的家有什么人？我的家有爸爸妈妈、一个弟弟和我，你呢？我的家有爸爸妈妈和我。法蒂尼，今天几月几号？今天的日期是11月12号。今天是阿利亚的生日吗？是的，法蒂哈，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我的生日是12月17号，你呢？我的生日是3月3号。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沙阿南的市山区。你的手机号码几号？我的手机号码是010-655-6502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斯里兰卡人。你的家在哪里？我的老家在这的。法蒂尼，你的爸爸呢？他去工作了。你的爸爸做什么工作？他是经理。他在哪里工作？他是在吉隆坡。我们明天见。明天见。